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一款减压玩具，小丑木桶滚珠，把小珠子放到小桶里，就会滚落下来，适合大一点的宝宝玩哦。可以变2米多长呢，哎，让我们再来加长一些吧。这也太长了吧，小朋友们觉得酷不酷？下面我们把小汽车放在这儿，准备拍摄。哇，好好玩！喜欢的小朋友快把它带回家。这些都是电动声光玩具，有小蜗牛、可达鸭、大恐龙，还有倒立小丑。我们来打开它吧。可真热闹呀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哪一个电动玩具呢？喜欢的话快把它带回家吧。超凡小英雄来咯，这是酷天，哎，可以变形玩的玩具，小朋友啊都喜欢。这是妮妮，哇，好可爱的小猫咪呀，哎，我们来变形，这身体可真灵活。这是闪电，按一下这里，哇，可以发射。然后出来，极速飞轮模式，哇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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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认识这些昆虫吗？这是蟋蟀，这是蝗虫，这是一只蜥蜴，好漂亮。这是一只甲壳虫，这是一只蜜蜂，小朋友们都认识。这是一只变色龙，这是什么昆虫？有认识的？小点的吼吼，动你的蹦蹦，一小你嘿嘿，妈妈动，爸爸都上洗脚片。耶，这是嘛呀？耶，这是嘛呀？耶耶耶耶耶，这是嘛呀？宝宝电动玩具萌趣倒立小丑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哇，好好玩哦！哦，漂亮的灯光，还有好听的音乐，宝宝啊一定会很喜欢的。这是火箭投影仪，我们取一个胶卷放在这里，然后打开开关。我们打开开关，哇，快看，灯亮起来了。我们摁一下这里，哇，会投影哦，快看，是只小恐龙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哇，关掉灯看得更清楚哦。这里有很多胶卷，有很多不同的图案，
喜欢的小朋友快让爸爸妈妈买给你们玩吧。还是我什么特别想还想多等电话我跟谁讲，为什么关机又关机，对不起请关机我们。哇，呆萌可爱的飞飞兔来了，这只小兔子真的很可爱哦，耳朵会忽闪忽闪的，呵呵，还会躲猫猫，还可以对话呢，还会唱歌，哇，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它吗？让我们一起玩吧。家人们谁懂，都说广州下暴雨，特地穿了我亲爱的丫丫拖鞋出门，结果我的雨呢。Let's go.Row, row, row the boat, 最里动的是句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岛屿化作小星星，海洋里放光明，闪不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。没关系，天空越黑，星星越亮，我也满身长美能。自己的月亮，等我攒够了六便士。就你，大风车呀，鸽子扭扭地转，这里的风景呀真好看。对你的爱成阻碍，祝福你愉快。窗外的天气，像你心忐忑不定。Bye.
想总是有星星，为什么你的眼里总是亮晶晶，为什么可乐总是有加冰。啾啾两个，你很厉害吗宇文？你为什么不两个？哼，你自己要两个呀。耶，我玩一个呀。耶，嘿嘿嘿嘿。哎，有了，嘿，哦，只有一个了。啊！歼灭罪恶，特鲁开讲。这轨道车可真好玩呀。这是我们的恐龙盘山公路轨道车，一共有五大层的轨道设计，每一层的设计都不重复呢。这个是恐龙隧道，这个是电动轨道，打开给你看一下。还有停车服务区，还能手动调节轨道方向的哦。好玩好玩，我要了。别着急，咱们家呢还有一个六层楼的汽车大厦，两个是能拼接在一起玩的哦，两个一起拍价格更划算，而且玩起来也更过瘾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岛屿化作小星星，太阳一放光明，闪着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有梦。
譬如老六闺蜜送的这双拖鞋，居然还会发光，走两步路还会一直闪啊闪，以后半夜上厕所再也不用怕黑了。我心意，快快显灵！别我是他，别我是他，耶！别我是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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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别我是他，别我是他。和他一起用这个杯子，你别说，还挺好用。他们像我模式一般的不离开，这么的努力推理毫无意图。My name is Jink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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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inky. My name is Cha Cha, Clap, Clap, Cha Cha Cha. Jink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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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lap, Clap. 我说什么你都说你对。